死之前会看到医生在眼前一闪而过。 但是在摔车的刹那， 我却看到了即将要发生的事儿。 等等， 我还是从头说起吧。 我叫康桥， 那个在地上滚的就是我。 我相信年轻就是用来探险的，只要有一天活得不痛快，感觉就像浪费生命一样。从东北跑到南方上大学，我什么规矩也不管，想去哪里玩，先去了再说。那一年的夏天，19岁的我，即将展开一场未知又难忘的冒险。 我摔断了右腿，摩托车也成了一堆废铁，等于另一条腿也断了。你伤这么重，要不要给家里人打个电话？你千万别打，车可是瞒着我爸妈买的。那你骑车骑那么快要去干嘛？我骑车去海边兜兜风啊。搞不懂你。 今天的阳光太好了，把我吵醒的老头姓江，因为糖尿病跟心脏病住院1年多了。哇，这个怎么弄伤的？骑摩托车。你呢？我呀，心脏病、糖尿病，再洗肾，髋关节也换了。哎，很吵是吧？ 医院在扩建，江贝贝，该吃药喽。今天3点洗肾，好，要记得吃药哦。听说他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，他唯一的乐趣就是每天跟宋耀的护士周明打情骂俏。身材不错，没注意。 研究证明，莫扎特跟海顿的音乐都能有效的减缓疼痛。我已经透过云端分享给你了，你要是觉得痛的话呢，你就听听看。
也许晚上就没那么痛了。你怎么又是那副表情啊？什么表情啊？一副希望我赶紧走的样子。不是，我尿急。哎，你干什么你？我是医学系的，有什么没见过呀？不不不不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你转过去。其实，你应该感谢有我这样一个读医学系的朋友，要不然谁照顾你啊？你老看着我干嘛？你那个耳坠很漂亮。还好吧？出院第三个礼拜，我终于可以坐起来了。每天早上，我会被外面工地施工的声音吵醒，大多时候，我只能坐在窗前发呆。就在那一天，我第一次看到他。少爷，喂，你那望远镜借我用用行吗？你要看什么？你该不要看女生吧？傻鸟。好了好了，在朱莉呢，我下次拿给你啊。早。小敏。张贝贝，起身的时间到喽。小敏，你今天怎么穿得这么辣？妹妹，我每天都穿这一套。哎，是吗？是啊，走吧。第一次看清楚他，这是过了很多年我都无法忘记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他的美丽超乎了我的想象。他的声音听起来怎么样？是温柔还是轻快？他有男朋友吗？如果我开口约他，他会答应吗？其实我对他一无所知，但我想，也许我爱上他了。我发誓，出院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认识他。小白，
本度日如年的医院生活，因为他完全改变了。我每天都在窗前等着，等待着再见到他。我终于明白恋爱是什么样的感觉，就是无时无刻都想见到他的焦虑。他的父母似乎大有来头，不仅有司机接送，有时还有保镖。这个穿围裙一脸怂恿的男人在门外探头探脑干什么？那天晚上，我站在窗前，直到天亮。昨天晚上看到了什么？江贝贝跟我们说你在偷看女人洗澡。我没有。我们没人当真，他就是这个样子，不要跟他计较，其实他人蛮好的。
以前呢，住这间病房的人都说，那一家住了个大美女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在这里工作这么久了，我当然知道啊。我只是好奇看看而已。我刚来的时候也很好奇，什么样的人会住在那栋房子？要按时吃药哦。护士，他不是早上看到的那个人吗？一直在想，为什么当年我没有立刻报警？直到后来我才明白，原来我想保护他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已经无法自拔了。康桥，
你心情不好啊？昨天没睡好觉。那你要不要多睡会儿啊？这太慢了，我想出去走走。那我陪你。要不要回去休息一下？慢点。怎么又在看我？没事了。原来，只有我房间的窗子看得到他家，所以那天晚上的事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要不要去喝杯咖啡啊？好啊，可以啊，走。嗯，慢点。这里小心啊。坐这里吧，随手看一下。你知道工地旁边那间两层楼的独栋房子吗？啊，知道。怎么了？那你认识他们家人吗？他们家姓夏。我听说那家男主人好像是个大人物。好像是吧。哎，那他们家最近有什么事儿吗？怎么会这么问？听邻居他们说，他们家会吵架。这不太清楚。需要点赞再叫我。谢谢。康桥。啊。你干嘛问东问西的？没什么，好奇问问。你点了吗？还没点呢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你的病床得让出来，请你搬到 C 栋住。怎么这样？我不要换别房，从来没人跟我说过。病人太多了，医院要重新安排病床，这不是我能决定的。为什么不让我住着？怕我投诉。如果一定要搬，我不住了，我要出院。康桥。啊。康桥，怎么了？没事。为什么一定要出院？没什么。我爸不是主任吗？为什么就要帮个忙呢？我爸是主任，但是病房这边他也管不到。哎，算了，反正还有一个星期就可以拆石膏，正好我也想回家待着，走吧。东西我帮你拿吧。没事没事。那我去办出院手续。张医生，我要出院。恭喜你啊，你脚好了，可以去追那个女孩子。啊？外边有你喜欢的女孩子，遇到了吗？喜欢就去追。年轻人
不要怕受伤，因为伤口好得快，不像我们老人家老了就没有那个复原力。我看我以后很难像你这样健步如飞了。康桥，差不多了。保重。年轻真好，可以追求喜欢的人，我羡慕你。百年没住过了吧？是的。啊！臭！很臭哎！看这桌子，这桌子这……康桥，你这房间一闻就知道你没有女朋友哎！这你也闻得出来啊？以为你也没有？我去买点吃的，你要吃什么？买你想吃的。我随便。哎，嗯，你俩发展的不错啊，表白了吗？再说吧。你房间拖把在哪？厨房。在跟我开玩笑吗？这字条是谁写的？恢复的还不错嘛，谢谢医生。不用客气，应该的。终于可以自己走了，想去哪儿？没长眼啊，能不能小心点？
早就想哭了。看来，他走过很多国家。我幻想着，有一天，我也会收到他从世界某个角落寄给我的明信片，说他正在那里等着我。什么事情我自己都不能决定，我是为你好，你是为你自己好吧？你要认清事实，你要清白，这辈子是不可能的。我不想吃饭。小白到底是谁？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事？有什么事吗？我看到外面有。你们有什么事吗？哦，
我刚刚看到外面在找打工的。先帮我填一下资料。我们说明会时间是在9:30。好，谢谢。这次的问卷内容是消费者对住宅的想法。他在一家调研公司上班，为了接近他，我来这里打工。在马路上求人家帮我填问卷，只要能跟他在一起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你没事吧？没关系。行。所以就这几份。啊，太少了吗？没事，我先看一下。你好，可以给我一些问卷吗？多给我一点，没事。很多了呀。没事，你就把这一摞子都给我就行。要打扰一下，我是新锐集团。不好意思，请问方便填问卷吗？我们主要针对这个消费者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在做一个调查。不好意思，赶时间。那天我家送来了一张白色的地毯，还没有付款，可以帮我查一下。那请问有地址吗？有。您这已经付过了。那大概是我姐姐记错了。那天我不在家，到底是怎么弄脏的？这个颜色比较深哦，应该不是果汁啊，不会是？你脚恢复得很快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从那个马路边看到你啊。你在那边？嗯，我背对着你，怎么会知道是我？我在那个转角看你写你那个问卷呢，所以来找你啊。你跟踪我？没有跟踪你，要不然你写那个问卷。好啊，那打电话把助理也叫过来了。走了。这会是他们两个人的恶作剧吗？张姐，嗯，我一直都没有找到机会好好感谢你帮助我朋友呢。没什么啦，倒是那个病床的事情我没有帮上忙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们好，这是今天的菜单。我要一杯冰美式就可以了。帮我点冰拿铁。好，你点。谢谢你们了啊。康乔，你干嘛去打这种工啊？你不觉得很累吗？摩托车那么贵，不打工的话哪来的钱买啊？你还想再摔一次吗？人包铁很危险的。人生有了车就有了自由。啊，你们女生永远不懂。到底谁在说谎？谁是小白？自由啊，现在没去懂。我去倒杯水喝。
说。糟吗？不就是资金充足吗？我上头有好几个人都被请去做乐团，只是没有让下面人知道而已。那夏经理没有来上班，跟这件事有关系吗？上头说夏坤前面就要去做化疗，但是有人说该不会是被做掉了？不可能，如果出事，他女儿不会继续来上班。今天成绩不错嘛？太少的话，一定会像昨天那样被你嘲笑，所以我不会嘲笑你啊。那个钥匙圈很漂亮，是你自己做的吗，夏小姐？是啊。不过你怎么知道我心下？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听到。是吗？嗯。大家讨论我什么？说你爸爸也在上班。那他们肯定是我没有经验，靠关系进来。没有没有，就只是说他请假的事情而已。他是因为最近身体不舒服，才请假出去的。哦，对不起。没事儿。应该会好的。这里有人坐吗？打工还习惯吗？还好吧。每天被无数个陌生人拒绝，其他人说一开始搭讪又说谎才容易成功，我实在是做不到，只能说实话。我比较喜欢你这种方式，这个世界上谎言已经太多了。明天晚上有空吗？我知道一家很好吃的餐厅。我可能有点事儿。怎么了？我妈打到公司找不到我，然后叫人来传话。你跟你妈妈吵架了吗？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没什么，我就猜呢，猜呢。
哎，你这人真的挺奇怪。我一会儿我要先开会，你慢慢吃，走了啊。请问这桌刚才有人坐吗？好像是个女的，戴个眼镜。行，在哪儿呢？家里啊。你现在打开时序。不要，我现在不方便。现在就打开。我刚洗完澡，你很奇怪哎。对不起，先挂了。布拉格当背包客的时候，也有像这样的酒馆。你去过几个国家？三个吧，肯定没你去的多。我从来没有出过国，我想去布拉格的查理大桥，想去加勒比海，想去好多好多地方。那你为什么不去？你现在想做的事情，如果你不做的话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走了。没什么，我觉得你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。真的很奇怪，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一样随心所欲。如果你啊想去的地方都去了的话，一定要记得寄明信片给我。好啊，如果有那一天的话。好久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了。说的好像你生活多无聊一样。我的生活就是很无聊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？还是算了吧。那好吧，那我送你回三元街吧。怎么了？你怎么知道我家住哪儿？你怎么那么清楚我的事情？地铁。你傻骗人了，是那个，我从来就没有说过我家住在哪里。同事，你骗人。你看着我。
其实我因为骑摩托车摔断了腿，住进了粤海医院。那个时候我每天什么都干不了，只能看着窗外发呆。后来我注意到医院对面的那栋房子，当我第一次看到住在对面的那个女孩时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一定要认识这个女孩，我一定要认识你。这算什么？你接近我有什么目的？我没有任何目的，我就是喜欢你。从我看到你第一天开始，我满脑子都是你。故意接近你，因为我没有办法，我想你想得快疯了。我跟你进公司应征工作，我可以认识你，让我从楼上再跳下来摔断一条腿，我也愿意。说的都是真的。喂，你干什么？你们是在跟踪我吗？夏小姐，是你妈要我来接你的。粤海大学康桥，大学生嘛。你要干什么？夏莹莹呢？她不会来了。今天早上她母亲打电话来说，她又不会来上班了。那你知道她？莹莹，莹莹，夏莹莹家到底怎么了？我问错人了吧？你每天在那个房子那偷看，我都看见了。我听说夏莹莹她爸出了点事儿，好像跟钱有关。夏坤的公司资金被掏空，倒了，投资人告上了法院。你认识夏坤？我父亲曾经跟夏坤合伙投资过，他们家的人我都知道。夏莹莹为什么来找你啊？李颖他们有什么朋友？有什么心事？回来找我，我也会关心他。那你告诉我，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你再告诉我点其他的。我能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了。哎，你跟他是两个世界。不要再管他的事，你帮不了他。Thank you.
我在酒吧等着他，我不知道我等了他多久。我只知道，我会一直等下去。想到你会等我这么久，你是疯了吗？对，如果我找不到你，什么事情我都做出来。我想见你。头发出来的吗？我不能再待在那个家了。就是这儿。对啊，我就是来这儿路上摔的。现在想一想的话，其实也挺好。看谁先下水。下来了。
行了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这里是前台，提醒您我们的退房时间是11点，请问您需要续住吗？啊、哦，我们早下就下去了，谢谢。我喜欢这里，我们再住一个月吧。好。我差了两半。嗯，我们真的要在这住一个月啊？你喜欢吗？喜欢。你干嘛老是画我？我想把我看到的美的画面都画下来，这样才不会忘记。如果可以，我也想擦掉我的过去，重新开始。不管你的过去怎么样，我都可以接受。你为什么喜欢骑摩托车啊？因为摩托车可以带我远离我讨厌的地方。那如果你有车的话，你可以带我远离我讨厌的地方。当然可以了。你稍等我一下。我不会吧。过几天我想去找份工作，反正那边可以先休学。那怎么行？你要把大学读完。不行，我真的不想再花你钱了。我的钱怎么花是我自己的事儿。嗯嗯。其实我一直有件事情想问你，你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啊？你怀疑我的钱是怎么来的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一般上班族很难赚到这么多钱，而且你也没有信用卡。今天天气不好，不想出门。
回去处理一些事情，马上回来。康桥，我们等你很久了。夏小姐呢？我再问一次，夏小姐呢？似的想要把袋子买回去，我不管那里面是什么，但那是夏莹莹想埋葬的过去，我一定要报复她。夏太太，有人报案说你们杀人弃尸，目击证人就是他。什么？
不要打开！打旁边去。不是从这里拿出来的吗？不管里面是什么，不管你做了什么，对你我不会变。打开看看。那个匿名报案电话是恶作剧，你可以走，根本没有什么命案。那夏莹莹呢？他妈还在做笔录，他先回家休息了。那婴儿是哪来的？婴儿，我告诉你，那个婴儿已经死了二十几年了。滨海医院刚才啊，有人报案说他们遗失了一个婴儿标本。谁那么无聊拿这个开？滨海医院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知道你就是小范。你在说什么啊？为什么要害我？问你为什么要害我？几个小时前就过世了。你怎么会觉得是我？这里的婴儿标本被偷，我觉得最有可能的就是你。我偷的？不是我。你男朋友那么关心夏莹莹，你心里一定很不是滋味。他会关心夏莹莹，是因为夏家出了一些事情。出事了？如果你说的小白是偷走婴儿标本的人，那我知道是谁。那个人被监视录影拍到了，但主任要我们别说。因为是他女儿。尸体藏去哪儿了？我明明看见你杀了他。尸体去哪儿了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袋子里只有一堆婴儿的用品，你爸的尸体去哪儿了？你骗得了康桥，你骗不了我。去哪儿了？你把他藏哪儿了？告诉我，你爸的尸体呢？回答我。说话。去哪儿了？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爸的尸体呢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在干什么？能不能坐下来好好说话？康桥，
你不亲眼看见他杀人，你是不会死心的。本来我都计划好了，这个暑假要跟你好好一起过，但是你根本就不领情。还好，你意外摔了车，我就想，我可以天天照顾你了。康桥，康桥。但是你为什么要爱上他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都看见了。我在你的手机里装了个监控程序，再让赵毅在望远镜里装了个针孔摄像头，这样你看见什么我就看见什么。你讲好了可以去追那个女孩子。我看到她杀人，也看到她埋尸，我跟着你进她家，我跟着你上地铁，我发现你无法自拔地爱上她了。赵毅是我的帮手。你是小白？对，我是小白，跟你聊天的小白。你在哪儿呢？你现在咋还失去？我刚洗完澡，你很奇怪哎。我想，只有让警察抓走他，这一切才能结束。我让赵毅去把尸体挖出来，里面却没有尸体，我只好偷了婴儿的尸体放进去，想把事情闹大。康桥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你干嘛总是一副讨厌我的表情？你知道爱一个人最惨的事情是什么？就是他不爱你，他不爱你，他就可以欺负你。对不起，不知道。你干嘛说对不起啊？我是心甘情愿。朱莉，你过来干嘛？就有担心你。朱莉，我们走吧。滚啊！你滚出去！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做了，我不是一直都站在你这边吗？滚！康桥，如果没有你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朱莉，把瓶子放下。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单恋的折磨跟无法爱一个人的痛苦，你选择哪一个？我知道你很痛苦，但是这个痛苦会消失，会痊愈，然后直到有一天你会遇见一个人，你喜欢他，他也喜欢你。你骗谁呢？他爱你，你爱他，你说这些话干嘛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？是在嘲笑我对吧？我没有骗你，我不喜欢康桥。我跟他在一起只是因为我很无聊而已，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他。不可能。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吗？啊，我羡慕你可以过你自己想过的生活，我羡慕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去爱一个人。不要！不Thank you.
认识吧？你没有见过他吗？没有。你女儿认识他吗？你住院的时候到底看到什么了？我看到你杀死了你父亲。没错，我是杀了他。尸体呢？尸体在后备箱，丢进山谷里。你可以现在向警察告发我。我说过，不管你做什么，为了你我不会变。你怎么能爱上一个杀人凶手？莹莹，跟我走。这几天都跟他在一起啊？喜欢他？我难道就没有喜欢别人的权利吗？幸福。
但是我希望你留在我身边。 父亲没有死，他不是我父亲。我本来姓张，我跟别人说我姓夏，是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和他的关系。你跟他？为什么？ 因为他可以让我们过更好的生活，对，就是这么俗气的理由。那天晚上，不是因为孩子，我有了他的孩子，也是出生一个月后突然死了，妈妈怪我没有照顾好。 死了孩子，告诉你的错。那天晚上，为了这件事情，我们又起了冲突。妈妈的情绪有点失控，夏葵想阻止她。他会不会不要我们了？ 去啊！夏克化疗后一直有副作用，那晚他痛得很厉害，决定离开到别墅静养。 我看了就很难过，为了忘掉，所以决定拿袋子收了起来。我不懂。 是两个世界的人，那我只问你一件事情：你有没有喜欢过我？跟我走，我带你远离你讨厌的地方。 不明白，为什么他不让你走吗？跟我走。对不起，刚强。跟你只能拥有一个夏。
那年夏天，19岁的我，第二次骑摩托车摔断腿。每年只要一听到蝉的叫声，就会有心痛的感觉。张伟还在二咖啡店，他跟护士结婚了。张伟告诉我，莹莹父亲过世时留下了庞大的债务，所以母亲希望他接受夏坤的追求，而他也只好接受这样的人生。莹莹跟我说过，他这一辈子的决定都不是他自己做的，但是跟你离家出走是他这一辈子第一次为自己做的决定。那年夏天，莹莹认识了我，她决定离开那个家。但夏坤的病情突然恶化，而且他被合伙人陷害，官司缠身。他说让夏坤独自面对这一切，他做不到，所以他决定留下来。莹莹陪着夏坤撑过化疗跟官司，夏坤胜诉，不久夏坤过世，夏莹莹也离开了那个家。他现在在哪儿？他寄了这些明信片来店里，说如果有一天你来找他的话，要我转交给你。最后一张是在两个月前寄的，那是他在巴拿马。以前我们在酒吧有一个约定，每当他去到一个地方的话，都要寄一张明信片给我。我都忘记了，没想到他还记得。当我经历了几次恋爱以后，我才明白，原来爱一个人可以有很多种方式。他选择离开我，因为我年轻，我能够痊愈。我终于明白，他不只是个回忆，一直以来他在我心中有一个特别的位置。我很清楚，就在这条路的尽头，他就在那里等我。我很快就可以再见到他，我希望我可以再一次地握着他的手，跟他共度另一个。
属于我的人，假装出的坚强，心其实已在刀刃。为什么初恋分开也没来得及告别呢？请你回头，请你看着我。让人记得最难忘。